下跟昨天一样的问题啦，因为今天有昨天没有来到的观众，问一下君白之前有没有投注过运彩？还没，还没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运彩是要满18岁才可以购买的，知道吗？提醒一下，你们看起来都超过18岁以上了。OK， 好，那来问一下君白，我们一日店长的职务知道做什么吗？一日店长呢，就是要推广销售，就是我们今天呢，只要下注满50元，我们就可以抽500。只要下注满前3名就可以跟我一起开拍立的，还有签名哦。好，那因为昨天呢，我有帮君白呢争取一下我们第一名合照的小小福利，今天一样，我再帮大家争取一下，争取一下啦。我等一下先听听看最高投注的金额是多少，这样子。昨天是多少？6000。昨天6000，今天16000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这里还有更高的。哦，还有更高的。好，那我等一下来想想，或是我加入 ，maybe， 这样子应该是有赚啦，好吗？那一样就是我们投注越多，抽的红包就是越多包哦。那我们这边要来问问，来帮大家问一下老板。